以上两位职人，你发现到他们的共通点了吗？跟着我一分钟身心舒缓操，让你不再顶 Coco 嫩狗狗。不论是低音管家或是家里有小孩婴幼儿的家长们，他们都必须长时间前侧负重，这样的负重姿势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前倾歪斜，肩胛骨前凸，而驼背的姿势会让我们直立的肌肉失能。如果没有适当唤起这些肌肉的话，我们常常产生的疼痛就在我们肩胛骨的内缘。跟着我们一起重新唤起身体的肌肉，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运动是肩胛骨活动运动。首先我们先找一个软硬适中的平面，千万不可以在我们的床面上进行这个运动哦。将我们的手往上伸直，注意手肘打直之后，轻轻地将肩胛骨往下压着我们的平面，会感觉到我们肩胛骨持续微微的出力。接着将手指往天花板延伸3到5公分，再轻轻地将我们的肩胛骨回贴到平面上。这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可以因为要为了往上延伸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的脖子跟我们的腰部离开我们的平面。这样的运动我们建议一次做10下，一天可以做3回。如果家里找不到适当的环境躺下来的话，也可以靠着墙面上，手往前伸，背往后贴，如此一来可以有效改善肩胛骨活动不良驼背的情况哦。如果各位观众跟以上职人有类似的情况，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在家里做做看吧。